看这个九十八页第五行下面啊，倒数第三行啊，他说：“所以台教是药王分身品云啊，台教就是天台教啊。所以天台教在解释药王菩萨分身品这一品的时候啊，他说：‘静智不二，能所思往啊。’” 就是说，这个啊，如如理跟如如智呢，这个不二啊，叫做净智不二，能所思往没有能取所取心啊。就是说，药王菩萨他在这个焚身的时候、舍身的时候是没有能能取所取心啊。以不二观，观不二境，成不二行，会不二空啊。那么，这个以能所不二、净智不二的这种观。 来观不二境啊，然后成不二之行啊，就是他在这个舍身的时候啊，也是不二，会不二空啊。那么呢，这个这一个不二平等的这个空性啊，做事观时，若为法界见闻者异，故曰称称啊。那么做这个观的时候呢啊，就是说药王菩萨他以这一种。 的心理呢，不二的这种观不二境、成不二行、会不二空，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呢，啊，若为法界见闻者益啊，对于法界众生啊见闻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呢，能够得到利益啊，什么利益啊？比如说这个药王菩萨本视品里面就有讲。 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释迦牟尼佛说，如果有众生啊，听到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呐，就得到无量的功德啊。然后里面又说啊，如果有女人呐、啊，受持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呐，你命终的时候到安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莲花化身菩萨呢啊，以为眷属，然后十方诸佛赞叹。 然后呢，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，得到天眼啊，能够眼根清净，测见十方一切世界、一切诸佛啊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如果末法众生啊，乃至女众啊，如果听到这个药王菩萨的这一个因缘缘起啊，能够受持这个药王菩萨的本世品啊，这个女众啊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 那么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一切诸佛赞叹。所以这里说，若为法界见闻者意，就是说菩萨他在修这一个舍身的时候，药王菩萨他修这个法的时候，只要见到他在舍身的时候，当时哦见到这个药王菩萨呢舍身的时候呢啊舍了两倍呢的时候呢，他那些弟子啊徒弟全部都得到。 解一切众生与陀罗尼，啊，就是说呢，他们得到一个陀罗尼，就是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的语言，啊，蚂蚁说的话，蚊子说的话，苍蝇说的话，老鼠说的话，他们的徒弟全部都证到这个解一切众生与的陀罗尼，啊，那么呢，也得到现一切舍身三昧，所以呢，当时见到药王菩萨舍身的人，他们就得到这个功德。 跟利益啊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没有那个福德啊，见到菩萨舍身。如果我们当时能见到菩萨舍身，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解一切众生与三昧啊。对，在对在该帮啊，好心参详，看你被保玉保玉去哦、啊，我找只所在和你谈，你莫点来。那么呢，这个解一切众生与三昧。 啊，所以这法界见闻者意，就是说菩萨在做这种修行的时候，会利益众生的啊。乃至末法的人呢、啊，知道这个药王菩萨、啊，那么读诵这一品啊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故曰称称啊，称就是一佛称啊，一佛圣之圣叫做称称啊。这个呢是不可思议的啊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菩萨舍身呐、啊，啊，或者是我们这个烧身烧背，这个不可思议的，不能以这个外道来相比较啊。所以呢，下面说，所以投言无招外形之论，复活不为内众之机。所以，因为菩萨他有这种智慧，所以呢，他投言。 不会遭到说外形，外形就是外道修行，外道行的论。所以，我们刚刚说这个像这个啊、呃，善导大师好像也是从树上跳下来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，如果他们是用这种心的话啊，那么这个呢就没有外道的，不会招致外道的批评，不会说他们是外道。 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些组织啊，他们在舍身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我相啊，没有我相啊，甚至他们自己能够出火燃身呐啊,啊，那么他们都没有这个我相，所以没有外道之论。复火不为内众之机，啊，他们到火里面呢，也不会被这些内众所讥笑，啊，不会被内众所积积啊，就是说呢。 讥讥笑或者是呵斥啊，良有内有理观，外小其心啊。因为呢，他们内在呢是有理观的，就是说这些啊舍身呢烧身烧背的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现在末法的人呢、啊，要学这些啊，也要有一个程度啦。啊。所以，因为程度不够啊，像印光大师啊。 就说，就曾经弘一大师就写信啊，说我也要烧身烧背啊，这样来供佛。那么印光大师说，我们末法众生呢，好好的念佛就好了啊。我们不是像菩萨说，没有我像没人像啊。你能够来烧身烧背来供佛，或者是燃子来供佛。也有人写信问印光大师说，燃子供佛要怎么燃啊？」啊？ 有的人不知道，以为说菜刀给倒了阿提来洗而洗安呢，就是燃纸供佛那么呢，当然呢，这个燃纸到底怎么燃，以前的人怎么燃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。但是印光大师说不用学这个，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根系。啊、哦。这学了以后呢，啊、哦，可能呢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理观呐、啊。这里说内有理观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外小其心。 那么呢，内在呢有理观啊，那么外在呢啊，能够呢这个小，就是说能够教化众生嘛啊，他们所表现出来能够利益众生嘛啊。那么我们呢不是利益众生啊，大家觉得说，哎呦，你烧起来好臭哦，都是有对不对？可能我们身上烧焦的话，跟 b 比 Q b 一样，没什么，没有什么香气哈、啊。像这个药王菩萨烧起来是很香的啊。 就是让众生喜欢喜的啊，仰慕之心的啊。故盛热习善财之余，泥前生言次之简。盛热这个外道啊，这个是呢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的时候参到一个这个盛热外道。盛热外道就是头火外道啊。这个盛盛热外道，这个善财童子在五十三餐的时候呢，参到这个盛热外道。 外道呢都是在投火，结果他叫善财童子去跳火嘞，啊，那么善财童子相信他，他也去跳火坑了，啊，所以呢，盛热习善财之疑，啊，当然善财童子有那个程度啦，可以跟他一样是去跳那个火坑了啊,啊，这个盛热外道，啊，那么呢，因为他们都没有我相，啊，那么要去除这个法执啊。 对这个色身四大的执着，他们修这种苦恨啊，所以盛热习善财之疑，泥钱生炎炽之解。那么呢，泥钱就是外道了啊，外道就是这个呢，他们却升起呢这个炎炽啊，炎就是说火燃烧很炽盛，就是外道这个火火自燃，自己燃烧自己的外道。 啊，泥钱就变成外道。那么呢，肾热跟善财，他们就不是外道了，他们就变成五十三餐了。啊，所以看情形啦、啊，啊，看看什么样的人，用什么样的心，啊，做什么样的行为，啊，如果有符合的话，才可以算；如果不符合的话，啊，就不要去做。啊，独论其道行方有克，心正行正，自邪是邪。 啊，那么如果我们论他们的道啊，啊，那么呢，知道说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心理啊，他们的观，内在的理观是什么？那么他的行呢，才才方有克啊。那么因为他们有这个内在的理观啊。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个呢，才克就是有成就了啊。比如说他们呢，真的有那个理观，他们来做舍身啊、烧背啊。 那么他的修行才有成就啊！如果没有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理观呢、啊，那我们要去学这个苦恨啊，到最后伤到自己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功德也没有成就啊。所以行方有客，就是说，让他们如果内在真的有那个理观的话啊，那么这个成就就有有功德了啊。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啊，有时候修苦恨就增加这个慢心呐、啊。 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慢心呢？啊，就是为我们世间人的慢心，就是说，哦，你看呢，我都在修什么呢？我都没睡觉呢，我不捣蛋呢，我不吃饭呢，啊，就是说想给别人听的啦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三天没洗澡了呢，啊，我持戒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一我一个月没洗澡，持戒啊，啊，那么呢，这个这个就是众生都有这个心呐、啊。 好、啊，那么接下来说心正、行正，自邪、事邪啦。如果我们心是正的，那么他这样行为就是正；如果我们智慧是是邪的话，那么我们做的事也是邪的啊。那么我们邪人呐、啊，这个行政行这些的也是邪的啊。如果他是啊、呃、欺骗众生的话，虽然表面上是正，他也是邪啊。 行不可废，志不可亡。后学之徒无私法力啊。那么呢，这些苦行啊，啊，燃香啊，燃背啊，这些不可废啊，智也不可亡啊。这个智慧也是要有啊。那么修行也是要有。后学之徒无私法力啊。那么后学的人呢，才不会失去这个法力啊。像这个。 放网经》里面说，如果有后学的菩萨呢，应该要教他修这些苦恨啊，他们可以得到利益啦，啊，所以后学之徒呢，才有利益了。文殊问经云：“菩萨舍身非是无计唯得福德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菩萨舍身呢、啊，并不是说无计啊，无计就是无善无恶，就是说认为没有意义的。 啊，菩萨不舍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他呢，唯得福德，菩萨能够舍身的话是得到福德，是烦恼生灭故得清净身啊。他那个烦恼生灭的时候呢，得到清净身啊，就像这个药王菩萨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他燃身以后，他马上呢啊，又结家夫作莲花化身，马上又又来啊。 那么呢，灭烦恼生得清净身。譬如垢衣以灰之宛浊垢灭衣在啊，譬如说我们呢污垢的衣服啊，以灰之宛浊啊，垢衣就是譬如说我们的色身呐、啊。那么灰之就是灰，这个灰可能以前的人洗衣服用灰吧啊。 我们现在人都用洗衣粉，也不知道以前人用什么灰去洗衣服了哈。但是灰汁毕竟也不是很干净的吧？啊，但是也可以洗洗干净衣服。这是譬喻说啦，这个菩萨为了要得清净身，他要灭这个烦恼身，对不对？那么那灭烦恼身就只好用这个舍身啊的方式啊。那么舍身的方式看起来就像这里讲的灰汁一样嘛。 啊！但是可是这个灰之，这个灰，你用灰去洗衣服，却可以把衣服洗掉脏垢洗掉啊！所以垢灭一在，污垢消除了，就形容说烦恼身消除，得到清净身，这个一还在。若得原子明断皎然，请见斯文以为归净啊！如果我们得到这个佛法的意旨啊，那么我们就能够。 明白的判断啊，有时候佛赞叹这个，有时候佛不赞叹啊。如果我们根基不够，佛是不会赞叹我们修苦行的啊,啊。如果我们根基够，那么是菩萨的话就会修苦行呐啊,啊，舍头目脑髓啊啊。那么如果我们根基不够啊啊，我们说这些自己都还没办法调伏自己的烦恼来修这个苦行哦、啊，可能不会。 呃，那个时候佛就就跟他讲说，你要、啊、像弹琴啊，太紧也不行啊，太松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啊，太紧的时候这个琴琴也弹不出声音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太松也弹不出声音呐、啊。就是以前有一个人修行的时候就很紧呐、啊，他想说我我家是有钱人呐、啊，那么我社会上很有地位啊，啊，我们我们父亲。 祖父他们都是很有地位的人呐、啊，哦，我去一定要证阿罗汉果。你看那隔壁的去都证阿罗汉果，啊问达诃亚郎奇沃玛西哎，妈马,马上就证阿罗汉果啊。所以他去的时候啊，就很精进，很努力用功啊。但是呢，修得很苦，可是都没有证阿罗汉果啊，因为他是有钱人嘛，啊，而且他有地位嘛，对不对？他想说，比如说像优婆啊剃头障碍的证阿罗汉果啊。 问他会有人会不会制造了啊？所以他很很努力啊。那么佛就跟他讲说啊，你在在家的时候你喜欢什么啊？他就跟佛说，我喜欢弹琴啊，啊，因为他们家有钱的嘛。那佛就说啊，你那个琴如果调得很紧，声音好听吗？他就说调得很紧哦，那个声音就根本没有高低音律嘛，就很紧绷哎，也不好听。 啊，啊，如果太松呢，太松也没声音啊。那么你看你弹琴是不是调的刚好啊？不紧啊，不松啊。所以你修行不要说都不睡觉啊，也不吃饭啊，这样太紧了啊。啊，你不要一直急啊，想说别人都修成就了，你们出毕业弄，阿罗汉国什么都还没有啊，那么就很紧张啊。那么佛就说你放松，就像那个琴啊，也有。 有松有紧啊，那么呢？所以这个地方说佛有时候赞叹要修苦行呢，啊,啊，有时候佛也要赞叹说要放松啊，不要急呀，啊,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看情形呐、啊。那么若得原子明断皎然啊，如果我们知道佛有时候对字啊、众多不一样，信见斯文以为归境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些经典啊。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佛经在大圣经是有讲这些啦。啊。那么虽然在小圣经里面啊，就批评说这些是外道，外道都在修苦行啊。但是在大圣经里面有说到啊，舍身啊，烧身烧背啊，也是菩萨行的一个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自己去看这些经论啊，来了解它的意义啊，不要说啊，看到这些。 菩萨烧身烧背啊，那么就说人家哎，这个是无意义啊，这个是外道啊，所以我们呢要了解他的意思啊。再来，他问说：住相不思，果结无常，真有为之心，被无为之道啊。真如理观，福等虚空啊。故经云：佛言非我而能顺理。 何坚执事缘尘而不关心达到乎？啊啊！问说住相布施，着相布施了啊？说哇，我要发心呐、啊，我要布施了啊？那么那个执着向来布施，果结无常，得到这个无常的果啊？着相布施就是福德而已啊啊！那么他得到的果报都是无常的啊，增加有为之心。 啊，违背呢无为之道啊，那么有为就是有所造作的啊，着相布施。那么呢，叫人家布施，不是违背无为之道吗？真如理观，浮腾虚空。那么呢，有相布施不如呢这个呢，以做离体的观照啊，叫做呢真就是怎么呢啊，怎么能够像啊，怎么能够如呢？ 我们做离体的观照，真就是怎么了？怎么如能够如我们做离体的观照呢？浮等虚空，啊，那么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面说，啊，你不思恒河沙不如呢，啊，我,我观这个世句句，啊，那么观世句句也浮等虚空，啊，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故经云呢，佛言非我而能顺理」。啊。 那么经典说佛讲说无我啊，那么呢非我就是无我，无我呢就能够随顺真理和坚执是缘成而不关心达到乎？为什么要叫人家去布施执着四相啊？叫人家供养啊、燃灯啊、燃香啊、燃花啦、啊、供养啊、发心啊修福啊？ 救众生啊，为什么讲这些事项呢？啊，执着事项，缘成呢，就是攀缘六成，而不关心达到乎，而不是直接叫我们关心啊，无所住就好了吗？啊，那么这个是问话了啊,啊，问的人就是说，为什么要叫人家布施啊？ 如果我们看这个普贤行愿，就是要礼敬诸佛，要称赞如来，要广修供养，要忏悔业障，那么要做很多很多了。那么呢，如果不了解的，以为说啊，那都是在四项里面啦、啊，啊，要香花啊，比如说这个以这个种种香，天音乐、天宝盖、云、天音乐、云，天种种香，然后呢，一,一灯柱如如，须弥山；一,一灯犹如大海水，这样来供佛。 啊，或者像这个《药师经》里面说，要燃这个四十九种之灯，一灯呢，如同车轮哦那么大来供佛啊，才能够过度这些恶难啊，这些这些呢，横死灾难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在事项上面做这样子的啊？这个问题是这样。答啊答说：若约关心欲，目皆是了。 啊，那么如果说照永明大师说，如果照观心来说，我们眼睛看到的全部都是道了，都是心呐、啊，见见一切法都是见心呐、啊，啊，见一切法都是心就是道了啊。季云达到举足临飞啊。如果说一切法都是道，那么我们举足下足就是道了嘛，对不对啊？ 举足下足就是道嘛。如果讲说，通通是道，一切法都是道啊、哦。就像这个庞居士的女儿、啊，她说，他们他妈妈，呃是他哥哥，他妈妈说，说难啊，难，难，哈、哦，意思说参禅学道很难的啊。哦、石蛋胡麻树上摊啊、哦，就是把石石蛋的那个芝麻哈摊、哦、在树上，你看修行有多难呐、啊？ 啊、嗯，那么呢，他女儿就说：“易易易啊，如下眠床脚着地啊，刚亲像罗宾成卡打地，还简单安尼俩啦，吼、啊，才、就是这样啊，如下眠床脚着地了，啊，意思讲修行什么之道，啊，就亲像罗宾成啊卡打地安尼俩，啊，那、啊、如果讲起来是讲得定离间了，吼、啊，那么呢，那也是如果讲道的话。” 这里说举足凝飞啊啊，那哪个地方不是道啊？举足下足都是道啊。那么菩萨万行其心一百页，四色广备，不可执空害有，守一遗珠啊。那么如果讲心也好，讲道好也好，讲心呢，眼睛看到的都是心啊。啊所以如果眼睛看到，就是说青青翠竹，玉,玉黄花嘛啊。 悉牲都是广长舌了啊，那么三色无非清净生呐啊，如果是道的话，举足下足呢，行住坐卧都是道了啊啊，但是呢，如果约菩萨万行哈，那么我们这里可以讲说啊，如果讲关心呐、啊，达到的话，都是属于说我们自心的自己自力来说了。 如果我们讲自立的话，我们自己啊要有这种智慧啊，要关心，要达到啊自己体悟的话，当然呢，这个到处都是道啊，所以以前的祖师叫「石头瓦砾嘛啊，庭前博树子啊啊，那么五塞八都是啦啊，都是都是道都是心了、啊。哈、啊，但是那个都是自立的了哈。啊 那么这里讲说菩萨万行，如果菩萨要利他的万行的话呢，其心一百页。菩萨要利他，不要只只有讲自利的话啊。菩萨如果要利他，要万行其心啊。菩萨要是万行其心，就是说一切的修行啊，一切法门都要学啊。所以我们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 不然的话，我们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因为众生烦恼无量，所以法门有无量啊。那我们不能说我只学一个法啊，啊所以菩萨要万行齐心啊，菩萨什么法都要做，都要学，不能说我只会一个啊。那么这样是不会成佛啊。那么只会一个当然是可以做祖师啦，啊，也可以做菩萨了，但是不能做佛啊。 啊，佛事全部都要会，啊，才叫做一切智啊。所以菩萨万行其心，四色广备，四色法啦、啊，就是布施啊、爱语啊、力行啊、同事啊。所以菩萨要利益众生，就要布施啊，就要爱语啊，啊。那么像刚才说，啊，我们观一切都空就好了啊。 观真如离体啊，福这个福德就如同虚空那么多，为什么要去布施啊？那么这里就讲到说，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，所以要视色啊，要布施啊，要爱语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不可执空害有受依，受一遗诸啊。那么不可以执着空而妨碍、妨碍我们这个有的实践利益众生啊。当然观空也是可以啦。 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妨碍有啊，因为菩萨要要利益一切众生嘛。如果说哦，我们自己体会自己的心，修自己的道，当然都可以了。但是如果要利益众生的话，就要学啊，所以不可直空害有。守一遗诸，守一个法啊，怀疑诸就是其余的法啊，我们不能执着一个，然后就说其他的都不对。 啊，这样子呢，啊，就是守一遗珠啦。啊。华严经云：“受一非于魔所摄持。”啊，华严经说啊，如果说受持一个法，然后去排斥其他的法，非就是排斥其他的法，那么呢，这个是魔所摄持啊。因为佛法有无量的法啊，法门是无量的啊。 我们虽然受一个法，但是我们不要去排斥其他的法啊。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餐，这些善知识都说我只会什么什么，其他的我不会，你就去问其他的菩萨啊。他们也只有这样说啊，没有说我这个是最好的，其他的菩萨都不是菩萨啊。那个五十三餐呢，餐到了那里的时候，他们都跟他说，跟善财童子说。 我就是会这个什么什么法门，什么什么法门，什么什么法门，啊！至于呢，什么什么东西呢，那个我不会，你去问别的菩萨，啊，哪里有什么菩萨他们会，啊，所以这个菩萨他们不会这样，啊，所以说受一非与，如果说我们受持一种法而去排斥其他法，那么魔所摄持，啊，那么为什么是魔所摄持？因为魔就是有我慢嘛。 啊，我们如果执着说我自己的法是最殊胜，那不就是我慢吗？对不对？我最就近，那也是我慢啊！啊，因为因缘里面，当然众生根基有很多种啊，也不能说一概排斥啊。所以是以舍边曲中环成邪见。如果舍两边啊，要曲中道啊，那么也还会变成邪见啊。 为什么呢？中道也是不离两边呐、啊，啊，中道不是说舍开两边就是中道，啊，那么所以舍边趋中，还成邪见，啊，不可聚中聚令，任妙任选，思想思维因届造作，啊，不可以聚中加一个加一个一啦，啊，不可以聚一中聚一令，啊。 具一宗就是说啊，我只有这一个啊。具一令就是一个方法啊，一个方法啊。就像这个以前呢，这个禅宗不是有这个句之一指禅吗？小沙弥也跟师跟他师父学一指禅呐啊,啊。那么他就是只会一指禅呐、啊，因为他每次看到人家问佛法是什么，他师父就比一个手指啊。后来他也会了。 有一次师父不在，人家说师父，你们师父去哪里？他说师父不在。啊，你们师父讲什么佛法？他说我也会呢。然后他就说你们师父说什么？什么是佛法？他也跟人家比一指禅，学他师父啦。啊、哦，这个叫做一宗一令啊。啊，啊，比如说学人家棒打，那么也学人家林济棒。啊、哦，这个呢，德山棒啊，临济鹤这样。 那么，如果据一宗据一令，然后任妙任玄，自己觉最妙最,最玄，思想思维应界造作，那么这个是属于意识心的妄想思维啊，应界造作啊，不离五阴十八界啦，这些有为的造作了啊。如果我们执着一法的意思，应须随机遮造，任自卷书啦。 啊，于空有二门不出不在，应当要知道随机遮造任自卷书了啊。于空有二门不出不在啊，不出呢就是不离空有二门，不在也叫做不住了，不住啊。有时候空，有时候有啊，不能执着空啊，但是也不能够离开空，但是也不能够执着空啊。 那么也不能执着有，但是也不能够离开有，啊，叫做不出啦，出就是离啦。那么呢，不在就是不住啦。比如说我们修行都要有空，也要有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执着空啊，就说人家为什么要布施啦，要事项上面做，那么这个就执着空啊，否认有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执着有啊，就说哦，跟我干哪我努力做，你弄不力做，坐样点点。 啊，那么也不晓得人家在做什么样的这样的修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有的人就说，你们都不发心，就只是念阿弥陀佛，都不是为了做事情啊。那么也不了解别人在在做什么啊。那么执着有啊也,也不对啊，所以对于空也好，对于有也好，不出不在，就是说不离啦，不离空有，但是也不住于空有啊。 那么这个是呃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菩萨呢，应该呢随众生机哈、啊，随机遮照。这里随机就是说随他的根基啦。就像什么叫随机遮照呢？就是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。如果说这个人太精进了，就跟他讲说啊，放松一点啊。那么这个人太懒惰了啊，就是要要努力，就骂他，对不对？ 像这个阿那律尊者上课打瞌睡，佛陀就骂他：“你那么爱睡，啊、那你以后做螺丝、做蚌壳，一睡一千年啊！不闻佛名字啊！一睡就一千年嘛，你就做那个螺、蛤蟆、蚌壳啊，你就在土里面啊，一睡就還睡很久。所以呢，随机遮障啦，有的人就呵斥他，他就会精进啊。” 那么如果有的压力给他太多，他会害怕啊，所以要随机遮罩啊，看情形啊。那么有时候说空，有时候说有，那么不助于这个空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哈。啊